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维博，那欢迎收看今天5月30号的一个盘中解盘节目。这两天的一个台北股市相对于美国股市的一个走势来讲的话，表现得比较抗跌。那这一波台北股市也从11097点跌了超过800点，那是不是有机会在这边做一个止跌的一个动作？我想目前市场上几乎啦哈，每一个老师都会去讲这一件事情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走势，今天开盘开高，然后震荡，目前走高，现在涨了55点，曾经最高涨了73点。各位有没有觉得台北股市昨天的走势跟今天的走势，如果真的要跟美国股市做比较的话，它真的还蛮强的，它真的还蛮强的。为什么？这是昨天道琼的走势。昨天道琼的走势拉了一个下影线，但是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如果说严格要来看的话，我是没有画这条线啊，你仔细来看，这条颈线都破了。这个颈线破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地方它形成这样的一个头部，形成一个头部了。好，这是在道琼的部分哈。我们再来看，这是纳斯达克，这是科技类股指数哈。科技类股指数，如果说这边你把它画一条颈线过来，那昨天的走势，它是收了一个十字星啦，但是也是向下跳空缺口，所以不管是道琼还是在纳斯达克，这部分的走势，我这边都画了一个短期下降的一个趋势线，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一波的美国股市，它是沿着这个下降趋势线在进行。好，美国看起来很弱。它的股市啊，各方面的走势，甚至道琼都有做头的这样的一个疑虑。那台北股市怎么会这个样子走？这两天台股昨天的一个走势哈，最低曾经来到了10227点，然后今天又再度上涨。美股跌，台股反而上涨。来这边，我特别要跟各位现在电视机前面的投资朋友讲哈。接下来的台北股市，如果你要操作，你没有足够的本事，你没有精准的选股能力，你没有技术分析去决定你的买点跟卖点，你如果操作，你只是听从别人讲，你就自己做操作，我会给各位一个很大的建议，我建议各位多看少做。如果你没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水准，如果你没有选股的能力，你没有技术分析买点跟卖点的进出，我会给各位一个很大的建议，我建议各位多看少做。为什么？因为目前整体的一个国际情势，在美洲贸易战的一个进行下，现在我所看到的还没有和缓的迹象，这也是造成包括像大陆股市包括像美国股市都持续的不断在下跌的主要原因。好，那为什么台股来到这个地方，它会感觉像相对抗跌？那其实某些程度，很多人会讲说，因为现在在守这一条线，这一条线是什么线？这条线叫做120日MA，也就是俗称的半年线。好，这一路下跌以来，破了月线，破了季线，还有一条年线啊，年线在这边啊，年线也破了啦，哈，现在在守这个120日线。好，那。是不是120日线就一定守得住，还是一定守不住？其实均线它会有一定的支撑，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下跌目前的一个下跌的比例，还有缺口的位置。来，各位你们看一下，这是1097跌到这个位置点位，第一个是目前在守这条半年线是没有错，第二个是这一个缺口的位置。来，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好，这个缺口位置的话，刚好就是来到这边，也是缺口位置，刚好就是半年线的位置点位。所以就技术分析来讲的话，这个位置点位它当然会形成所谓短线的一个支撑。但是你在攻击上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叫做成交量。
哎，各位，你们看一下今天的预估成交量是在946亿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严格来看的话，其实今天的一个成交量预估的会跟昨天差不多。好，那这个是失真哈，这个是 MSCI 哈，它在那个就是它调降台股平等的时候，所以这个爆出了量，包括台积电啊，包括鸿海啊，当天都爆出很大量，所以实际上它爆出大概700亿的一个700多亿的成交量，事实上当天的成交量真实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好，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成交量够不够？成交量其实并不够。也就是目前的台股它在寻求一个可能支撑的位置点位，但是这个支撑的位置点位后续还要看什么？还要看美国股市。也就是说我们台股它只是目前暂时的位置点位齁。为什么？来，我们算给各位看齁。目前的台股位置点位扣底值大概是在这边，这是扣底的位置点位。好，那这一条叫季线。那各位有没有看到季线的一个走势？从过去的季线走势是持平的，好，就是这边季线啊，我把这个线全部都把它删掉好了哈，这样各位会比较清楚。我们就看这条线就好了，这条到季线。好，那我很多人会去观察哈，不管是月线也好，或者是半年线也好哈，其实微博在操盘的过程当中，我最重视是这一条季线。为什么这条季线如此重要？它代表是过去60天以来的一个平均成本。现在过去60天的平均成本是在这个位置点位，对不对？但是我并不是重视它的平均成本，我重视的是它的方向，也就是目前的季线它进行的方向到底是往上，还是它未来会往下。好，那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边，如果这条季线它是往下走，那代表什么？代表它是走一个空头，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季线开始往上走，代表它会走一个多头，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接下来的一个走势的话，这边的走势好，短线上它是有出现初步止跌的讯号，也就是说现阶段的走势我们算给各位看了哈，我们算给各位看了哈。来，各位，我这边直接算一下这个时间哈，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现在的月线扣底值在这边。好，再来啊哈，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这是40日了哈，41 42 43 44 45 16 17 18 1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来，各位，3月4号，好，今天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条季线目前为止它并没有往下弯了哈，它目前为止是走平，目前为止是走平。好，那走平如果未来这条季线可以转为向上，那我跟各位讲，对于未来台北股市要开始走多方的一个攻击走势的话，帮助性就会比较大。好，那如果未来这个条季线它是往下走，那我跟各位讲哈，整体走势的话，台北股市就会遁入空头了。所以这条季线未来会怎么走会很重要。好，那我刚才给各位算的60日现在扣底值在3月4号这一天，所以扣底的位置点位刚好，各位有没有发现到扣底的位置点位接下来的1 2 3 4 5天大概就扣底会往下扣低，但是五天过后整个扣底值会往上再扣高，也就是说今天是礼拜四，明天是礼拜五，到下礼拜一二三，下礼拜四的时候会扣到低点，也就是下礼拜五会开始再往上扣高。所以目前的那个指数它在这边刚好遇到一条季线支撑、缺口支撑，所以在这地方形成相对支撑位置点位的时候，各位，指数要开始往上做攻击哦，不然从下个礼拜五开始指数的扣底值会再往上做扣高。一旦指数开始往上做扣高，各位，如果接下来的加权指数没有办法往上做攻击，这一条季线会开始往下走哦，这就是接下来要观察的地方。也就是说目前的台北股市在这边出现的支撑，对于多方来讲，他也知道说现阶段的那个台北股市的指数他必须要往上涨，不然到了下个礼拜再给他一个礼拜的时间，接下来的扣底值会往上持续扣高，那对于季线的位置要往上走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那如果对季线产生很大压力的话，假设指数
上档的一个压力重重，接下来的季线会往下弯，那会造成一个空头的一个走势又再度一走起哈，所以这个就是各位要去做观察的。如果接下来的台北股市在这个位置点位没有办法快速的做收敛，至少收敛到什么？至少收敛到这条季线的位置点位，好，也就是大概回到哪里？大概回到10600点左右，现在是10300点嘛，我们看一下10355嘛，对不对？大概是10600点左右，它必须要做收复，那对于台北股市才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好，所以我认为啊，目前为止，现阶段是走这样的一个 A 波，那我们在观察有没有机会出现这样的 B 波反弹，也就是我讲的。接下来这个 B 波反弹会变得非常重要，你要怎么做，以及你手上股票要怎么做调整，还有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布局，你能不能赚到钱会非常重要。它的操作难度会远超过各位所想象。如果你一直认为说，我看到台北股市现在已经好像止跌了哈，各位就随便去买股票哈，我跟各位讲，你的操作，也就是说，你没有把后续未来美国股市、未来美中贸易的问题、未来整体的台北股市的技术分析考量进去的话，那你的一个那个操作上，你会有遇到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现阶段可能你会让你有感觉，比如说今天的盘势，你去追股票，你会有一点短线赚钱的感觉哈，那你就要做短线，你就不要做波段，哦，赚了钱你就要跑。你不要在这个地方齁，你只是想说，哎，我要赚多少赚多少。你如果真的要赚波段，要赚大钱，你要省股，并不是没机会。我们等一下会给各位做说明，有一些股票会有机会。行情目前为止的架构，我认为是反弹的意味比较大，但是还是有股票会做表现。那重点在于你怎么做选股。我想详细的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们再跟各位做一个完整的报告。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韵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立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02-8773-8859，韵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立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花很久，花很久。02-8773-8859，韵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立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花很久，花很久。02-8773-8859。乖乖哦，今天陪妈妈一起去打流感疫苗。你知道吗？为了让你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妈妈什么都愿意。等你长大，妈妈也会定期带你来打疫苗。妈妈老了，你会不会陪我来打疫苗呢？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刚才上半段微博针对的是整个台股的一个大方向的一个规划。好，那我不晓得各位你听得懂不懂齁，因为
操作的过程当中，它有分成短线，有分成中线，有分成一个长线。那刚才我针对讲的是比较属于中长线这样的一个台股规划，也就是说目前台北股市它的确是有步入空头的疑虑，这个空头的疑虑它如果要化解的话，在就是目前这个短线的台北股市啊哈，它必须做快速的一个收敛，好，快速的上涨，那才能够化解。好，但是这是中长线的部分，短线呢，对不对？很多人操作股市，其实他只看短线，他也不看中长线的一个规划了。那短线的部分，昨天我们在盘后视频、盘后的一个解盘里面，我有跟各位讲，这个地方的话，短线上它是有初步止跌的迹象。好，为什么哈？各位，为什么今天的一个走势相对美股还会相对抗跌？除了来到支撑之外，这是在大盘的加权的部分哈。这是从1097以来，我们给各位之前就讲过了哈，这是一路以来的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趋势线。好，因为这是30分线，所以这个是短期的下降趋势线。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哈，我们稍微拉近一点看就知道了哈。这是包括昨天跟今天。好，昨天29号，今天30号，来，各位有没有看到？其实它是穿过了，它是穿过了这一条趋势线的。好，这个部分的话，不仅是在加权的部分，连 OTC 也是一样。这是 OTC 指数，这是那个30分线的哈，一样哈。这是它分成几个角度啦，越来越陡啦哈，这是比较平缓的，然后这个是越来越陡哈。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拉近一点看。现阶段的 OTC 的话，它也是做了突破，好，从昨天的部分跟今天，所以为什么他们今天指数都上涨？好，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短期的一个下降反压。但是以 OTC 来讲的话，它脱离短期，并不是说它完全走多了，因为我们稍微看整张图哈，这边的话，我们再给各位画出这第二条，然后这第三条的趋势线，你会发现其实上档的过程当中，它还是有压力。然后如果假设又再突破的话，还有一层压力，所以其实现阶段来讲，我们只能视为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反弹，叫反弹而已，就是目前这个架构。好，所以这个地方的指数并不是说完完全全去走多，好，并不是说完完全全走多，也就是说现阶段的架构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反弹架构。所以各位你们看到指数目前的上涨哈，不要认为说台北股市要开始走多了。好，开始走多了。我认为，基本上以目前的波幅的规划来讲的话，它是有可能进行一个逼波反弹，就跟我们画给各位这样看的一样。好，就是我们认为有可能进行这逼波。那这个逼波会不会很凶猛哈，或者是涨得很快哈？我觉得这要看美股了，以及后续在美洲贸易战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这一波跌下来过程当中，台股如果再涨上去，也会遇到压力，比如说。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哈，这边的话刚好就是来到了半年线支撑，还有这个缺口位置，对不对？但是这边涨上来之后呢，接下来会遇到第一个压力，就是这个缺口了。这个缺口就会是第一层压力。好，如果缺口过了呢，第二个季线又会是一个压力。好，所以我认为我画的这个逼波反弹哈，画的比较直。好，会有时候会给各位误导哈，我这样讲哈，我之后给各位做修正。我认为这边的话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所谓反弹的格局，那是不是会涨这么多？我并没办法做确定，但是我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如果这边是一个 A 波的下跌 ，B 波的反弹，未来会有一个 C 波的下跌。好，未来会有一个 C 波的下跌，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架构下的话，那选股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这一波以来，为什么我们要采取所谓的一个攻击型或者是防守型的操作策略？各位，目前为止我所采取的叫做防守型操作策略，到现在为止没有改变。好，那有没有机会展开攻击型的操作策略？我觉得这部分还要做评估。但是基本上以现阶段的一个操作的话，如果你选股选得好，或者是你挑选的股票它是属于一个多头形态，基本面还算不错的状况下的话，它其实都还是有表现的空间。好，比如说这一波我们是不是有操作，这叫福星9924，福星现在44块。好，那各位你仔细看一下福星这一波的走势，似乎看福星你不会觉得说台北股市跌多少。我们来看一下哈，台股跌了这样子。好，我们把同样的基期时间点出来好了。这一波台北股市最高点是不是来到1097，5月3号？
好，你仔细看一下9924的福星，福星当时的位置点在这边，它当然也有受到了影响。好，我们带会员买进是买在这个点位啦，我们买进的是买在这个点位。好，你仔细想看看，大盘不是跌吗？啊，福星为什么涨？所以其实并不是所有股票都会下跌的，各位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台股里面它会有一笔资金，这一笔资金就算台股跌，它会比如说它原本是操作电子股，电子股转弱之后它资金会抽出来，会转进去到非电子股，那这些非电子股它可能就选择基本面好的。好，你仔细看看哦，福星它会涨这么多，对不对？它一路以来都是走多，它绝对不是只靠技术面，因为如果只靠技术面的话，它的一个走势哈，没有办法这样子维持。你仔细看一下福星它本身的一个公司一个营收的部分，是不是还是持续出现成长？包括连像它的一个本身获利，第一季的话是 0.88， 跟去年第一季 0.23 比较，同期成长大概是将近快三倍。然后这个去年的第四季是 1.02， 好，各位你比对一下，是不是同期也是成长？成长大概是将近是两倍。好，那这个是去年第三季跟前年第三季做比较，好，成长比较没那么多啦，但是一样是成长的。包括像这个是去年第二季跟前年第二季，你仔细来看一下它的获利的状况，跟去年同期比较，是不是都是一个成长的状况？好，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股价可以持续走多的一个原因，也就是我讲的，我们在操作股票的过程当中，我所运用的叫做基本面选股，运用基本面去做选股，然后再去用技术面去做买卖的动作。好，因为如果基本面选股，你可以选出它比较强势、有基本面上涨的股票的话，那你还要用技术面来做进出。它如果技术面有出现买点，我们就去做买进；同样的，如果它出现卖讯，我们就去做卖出，就这样子而已。必须秉持一个不追高的原理，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在这个难操作的股市里面你赚到钱。好，不只是福星啊，好，这是福星我们带会员买进的讯息啦，就给各位看一下，这是5月16号。5月16号41块，五月十六号就这一天啊，这一天啊。好，好，再来，那我们这一波还有操作什么？好，这个老同学应该都知道了，会员也知道了哈。这是41262太一，41262太一73，5月9号了，我们就讲5月9号那一天就好了。这一天。好，太一今天还在创高哈，还在创高。5月9号这一天，我们带会员去做买进的动作，然后到现在为止，各位你仔细看一下哈，我们带会员操作股票哦，是不是都好像感觉不到大盘跌了这么多？主要原因就在选股，我讲的哈，因为大盘现在未来如果有出现反弹的一个走势，未来可能还有一个西坡的下跌，那这样的走势你一定要避开一些目前已经转空的股票，如果你不懂得避开，我会建议你都不要操作，因为现在股市的风险危险性远超过各位所想象。好，所以各位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会去选太一？这个也是有理由的啊。哦，只是我们的时间不是很够，我大概给各位简单看一下太一相对的一个走势啊。哦，这是当时候的，来。这是太一的一个走势，这一天是5月9号，我们这天买进哈。我们当时候也是有算扣底，所以当时候季线扣底位置在这边，所以我认为季线扣底之后会扣高之后开始往下走，所以一旦扣高往下走的时候，对上涨就有帮助了，就有帮助了哈。好，那太一为什么要做买进？还有一个原因，它刚好突破了，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资金转进的过程当中会转进这一种去突破下降压力线的股票。然后我们再去做买进的动作，啊，后来就涨上来，这个我就不讲了，对不对？所以目前的短线上的台股，也就是说目前短线上台股在这边，因为现阶段来到这边刚好是半年线的位置跟它的一个缺口支撑，扣底值在这边，接下来会有5天的扣底位往下走，然后再往上走，所以短线它会有出现反弹的机会，所以还要操作什么股票？我们大概给各位看一下啦。哦，微博这两天有带会员再去买的股票哈，那是这样的形态，是这样的形态。好，这是到昨天5月29号。哎，各位，这一路以来这档股票，近期它也跌蛮多的，它也跌蛮多的哈。好，然后呢，
从这边它是一路的一个所谓多方的走势。好，现在扣底值大概是在这边，所以扣底值会往下走，也就是说对于它接下来季线要再往上的话会有帮助。好，我们拉近一点看这地方，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它是这样下跌的，但是各位它刚做突破，它刚好做突破。好，所以刚好做突破，这类似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去买太一的那个起涨的状况下，因为我强调我要买的是起涨，你才会相对比较安全，而且已经修正过的。好，这是其中一档，第二档是这一档股票，这是一样是昨天印的哈，昨天印的图哈，它也是一个所谓啊、这我没有缩小了，缩小这边还有一条线连上来了，还有一条线连上来哈，各位你看一下，它刚好也是做突破，刚好也是做突破，所以我们现在去请会员去布局的就是这样子刚做突破的股票。而不是已经涨很多了。如果说你叫我现在去买这个太一，现在再去买，我不会的啦。好，现在再去买福星，福星虽然还在涨啊，但现在才去追，好，相对的你的风险性会比较高。我要买的是那一种相对是一个起涨的股票啦。好，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你认为我们的一个操作是有依据的状况下，可以帮你创造获利，守住财富，创造获利。那当然，微博张开双手，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一个行列。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也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预祝各位操作顺利，拜拜。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超强名师阵容，直播现场即问即答，盘中及时为您解答。四月起，每天早上9点开始，敬请锁定运通财经台台股直播室。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那个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02-8773-8859，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帮助您不再望股兴叹。特别开放专线，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那个速拨02-8773-8859，只要拨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02-8773-8859。运达投顾核心。